我是陈思斌，我从事叮叮车长有13年。香港的叮叮车是现在在全世界唯一运行了100多年的双层电车。叮叮两个声呢，是想通知途人，我有车来了，你们要小心一点。一个好像喇叭的东西，100年来都应该没有变。现在坐电车的乘客也很多，内地的人，游人啊，还有来香港上班的啊，还有那个大学生。叮叮车对香港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也是一种情怀回忆。在香港岛来说，是香港岛的标志。希望电车的文化可以一路叮下去，希望内地的市民或者世界各地的朋友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香港的叮叮文化。